嗨，我是大叔。宁静的蓝色基调，注入紫色的梦幻与红色的活力，展现出一种温暖、愉悦、充满活力的态度。这就是2022潘通色17-13938纯花蓝。而在花艺上，我们可以以烟紫色的花卉加上些银白色调，衬托紫色的柔美浪漫。花材的选择上，可以用近似色调的达菲叶、绣球、洋桔梗。而在浅色系的配色中，我们可以加少许的深色系的配花，比如白紫莲、鼠尾花、刺芹等。在柔软的花艺作品中，增加一些属于自然的力量。属于2022潘通标准色的居家花艺，你会了吗？